将近1米的高度，他先要做一个尝试，才能向更高的难度进发。大家屏住呼吸，1米高处，高空劈叉。我下来了，我都没敢看，我也没敢看，没敢看，成功了吗？掌声告诉我。海洋，我觉得哈，咱们不虐心了哈。刚才是80公分，直接加到2米以上，3张桌子，没问题吗？怎么样？没问题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来，好，可以。对，各位，我的身高是1米86。超过我的身高的话，大概就会超过2米。你们看超过了吗？超过了，超过了。所以这个桌子的高度完全合格。好，现在孙海洋一把挑战2米高空坠下劈叉，掌声送给他。有没有？我觉得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太虐心了。所以经过这个觉得有点不忍心看的表演，验证了我们第二条情报，千真万确。是，同时第三条情报是假的。